Hello， 一友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俊凯。最期待的就是看到他们跟艺术家合作的包。那我们其实也可以看到品牌的与当代艺术气质的融合跟碰撞。今天的 look 就比较简约一点嘛，就是一个白色的丝质衬衫，还有一个黑色的斜纹长裤。那这种白色我觉得很简约，但是它身上的这种绘画的笔触也是非常的生动。当时其实没怎么想，就是因为想太少才进去的。最近还有整蛊谁吗？最近整蛊的就是我自己本人。最特别的其实就是粉丝们他们送的云长寿面的吧。长大了一岁，心态上会不会有变化？心态其实没什么变化了，因为我觉得22跟21没啥太大的区别。没尝试过的角色一般会更加的去就是留意一点，然后不一样的感觉嘛。因为我觉得老演一些比较相同的角色，其实对自己来讲就是一直在舒适圈，我其实不太想这样。就是友谊，然后还有风景，还有快乐。游戏水平的话，我觉得我自己技术还挺好的。一般遇到一些技术比较一般的队友的时候，看当时的环境，还有自己的心情嘛。如果心情好，觉得无所谓；如果心情不好，就会有点生气。因为毕竟是自己的家乡嘛，建设得更好了，然后也更加的受大家欢迎，所以也非常开心。当然也期待大家能够继续来重庆旅游，好山好水，东西也好吃。一些新的技能其实没有说去特别去学怎么样，那可能在拍戏的过程中会有一些角色的一些东西可以自己去体验一下。